要走，在这冷冷的路口，你的理由其实等于没说。好在一阵寒风吹得我全身颤抖，好让我能掩饰我心碎的痛。若你已选择，而我该怎么说？你一个人在十字路口，会往哪里走？我一个人在何必再相逢？其实我没有慌，其实我不怕痛，只是希望你能真的解脱。难道爱你就像一艘不能赢的牌，只求最后能不要输得太多？若你已决定，而我能怎么做？Thank you.